用了它，我的眼窝噗就弹出来了。需要说什么？真的吗？谢谢你 ，Rachel。你知道我们今天还有个任务吗？我们今天还要干嘛？我们要来出行你的包包。你说现在吗？没错。我的包包应该很乱呢，你给我五分钟整理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们就是要突击。我现在都已经摆好了，这些都是我必备的东西。最重要，钱包，因为出去怎么可以没有钱呢？秘密武器，这要告诉你们吗？这样我就没有秘密了。但用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哦，因为它有攻击性。你知道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们首先呢，就是要找到光源，你不能让这个反光板露出来。然后一只手就可以这样，然后打到脸上，光源在这里。现在很流行的是氛围感，可以有几撮的毛流在前面，然后用你最瘦的那个角度这样平拍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女生最重要的化妆包，最重视的是底妆还有口红，会看起来很有气色，跟眉毛，因为我眉毛比较少。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克兰斯的唇油，因为我的嘴唇本身非常的干，所以它的保湿度超好，推荐大家使用哦。最重要的要留在压轴，它就是我的生命泉源呐，因为它是克兰斯的黄金亮眼萃。那它最厉害的地方呢，就是拯救我这种干肌，因为我的眼周呢是非常容易卡粉的，眼影上去的时候它都会掉下来。前阵子瘦太多，我的眼窝这边就凹陷了，用了它我的眼窝就弹出来了。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它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它是黄金比例2:1，2是精华水，然后1是弹润乳，它有分大滴跟小滴。我在睡前的时候呢，我就会用大滴，用大滴的时候我就会当作眼膜在厚敷。那日常保养的话，我就会把它转到小滴的部分，那小滴我就会在妆前的时候使用。好啦，我讲了这么多，你们就知道我有多爱它了吧。可以去拍照咯。好的，那我就带着我水润的眼睛去拍摄咯，大家拜拜。好，我来三连拍给你们。1、2，来嘟嘴。3，眨眼。4，超过嘞。哈哈哈哈哈！是没梗了，没梗了。